上次课呀，我们讲了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结束以后这个中外交涉的前两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啊，要讲一下关于与彝人往来交接的问题是关于从这个外国人呢，那么进行交接进行接触，讲讲这个问题。关于与彝人这是清政府对于这个外国人呢，当时一种称呼与彝人往来交接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使清朝皇帝或者说使清朝统治阶级那么感到非常不平的感到非常不满的，是恭亲王奕欣亲自会见外国彝人是这么一个事情。尤其是清朝皇帝感到非常不满。为什么咸丰皇帝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我们都知道，是吧？那么清王朝或者清朝统治者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天下的天朝大国，是吧？把外国人看作是一些什么呢？不知礼仪的一些蛮夷非常野蛮落后的这么一个民族，那么就耻于同外国人进行接触，是吧？甚至外国向中国派遣的一些使节那么清政府也不愿意同他进行接触。那么早在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就曾经指示同英国人办理交涉的这个齐英，就要求齐英要尽量避免同英国人直接见面当时他的担心呢，齐英同外国人见面是吧，有损于清朝体制，甚至有可能被英国人扣留就要求齐英呢尽量避免同英国人呢直接见面。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那么清政府仍然在坚持人臣无外交的这么一种传统的一种外交体制就是说作为一般的大臣不能够同外国人进行接触。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那么在这个1850年6月江西学政叫做张福上了一个奏折。那么上这个奏折呢，他就参奏当时的明少台道一个道台叫做贤龄。这个贤龄呢，曾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呢，和齐英一起帮着齐英呢处理对英国的交涉。那么这个张福呢，就弹劾贤龄，说这个贤龄以纵容彝人为事，且其眷属竟与彝父往来，什么意思呢？就是齐龄，是吧？那么呢，对外国人卑躬屈膝，非常谄媚。纵容彝人而且他的家属竟然同英国的外国的这些妇女那么进行交往。他说这个事情是损国体而佛与情，挥军威而斩寇制。那么就要求清政府命令浙江巡抚去查处这个事情而且要把贤龄贬职。那么结果后来这个浙江巡抚叫做这个吴文荣那么他做了一个调查那么调查之后，吴文荣给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回奏这个事情。吴文荣讲他说呢，贤龄并没有对英国人呢卑躬屈膝，也没有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他说事情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外国人曾经呢准备了酒席，是吧，去邀请贤龄这些像一些道员呢知府知县呢到他那儿去吃饭，是吧，过年过节那么这个事情之后呢，贤龄等人考虑到这个外国人呢邀请在先，是吧，那么因此贤龄呢也就准备了酒席来回邀，是吧，那么礼尚往来嘛，再回去邀请这个外国人到他这儿来吃饭他说呢彼此呢在这个宴厅上宴会上彼此呢是以礼接见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来往说呢，至于讲到这个道员的这个眷属同这个外国这个妇女交往，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就是咸宁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啊，至多或者充其量啊，只不过是什么呢？同外国人有些礼尚往来的啊，一些礼节性的交往。那么，但是在当时，是吧？人们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啊。那么，咸宁为这个事情几乎丢掉了自己的乌纱帽。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不但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啊，包括他的低级官员，甚至家属是不能够随便与外国人接触的，否则啊，就有什么呢？中外勾结的嫌疑。那么至少是有损于大清王朝的官员的那种尊严。那么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咸丰皇帝多次指示同英国交涉的大学士桂良，说你要尽量避免同这个英国人同法国人见面。那么还是要求清政府的官员不要同英法这个代表人直接的会面。那么1860年9月，咸丰皇帝因为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那么咸丰皇帝就多次的那么这提出来凡是同英法办理交涉的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不要同英国人交涉特别指示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给恭亲王奕欣的一个珠谕当中明确指示指示什么呢？说现在派你出面来办理同这个英法的交涉说这个呢不过暂缓一步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你出面缓冲一下说将来同英法的这种面商交涉你派谁呢？派横旗蓝卫文等人让他们去办说作为你本人不止与该求见面就是说你是吧是咸丰皇帝的玉帝你不值得同这个英国人呢同法国人这个头子叫做该求来见面。他说如果同英法议和不能够成功那么也要求奕欣呢即全身而退速回行在。那你的从北京去哪儿呢去行在。所谓行在呢就是皇帝所驻扎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行在就是热河行宫避暑山庄。那么这是咸丰皇帝对于这个奕欣的一个要求。那么奕欣既然受命要同英法办理交涉，那么他就很自然的免不了要同外国人有这种往来的接触要有礼仪上的应酬，是吧？这个很难避免。那么在北京条约签订的这一天，英国方面不但要求恭亲王奕欣必须要到礼部大堂去正式签署北京条约，而且要求在北京的文武大员都要去干什么呢？意在郑重其事，意在郑重其事什么意思呢？就说英国方面希望由于恭亲王奕欣由于文武大员都参加了这个北京条约的这种签字仪式来表示这个事情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活动而不是像清政府所理解那样是一次溥仪的这么一次权宜之计这么一次一般的溥仪活动。那么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恭亲王奕欣表面上在同英法进行一些敷衍那么但是奕欣他也知道自己是天皇贵胄是皇亲国戚是咸丰皇帝的玉帝那么不能够随随便便同英法这些代表来接触那么他同英法代表仅仅是保持一种互相赠送一些小礼物这么一种应酬性的一种礼节性的这么一种接触。那么这个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在1860年11月初英国驻华公使就向奕欣提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到你的府邸到恭亲王府去进行拜见恭亲王奕欣托辞拒说那么就婉言谢绝
那么没有在这个恭亲王府去接见英国公使，而是在哪儿呢？在广化寺啊予以接见。那么恭亲王这样做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借此来表示他同英国公使这种见面不是私人之间的见面啊，而是办理一种啊公务，就是要降低啊他们见面的啊这种种种的人不同的理解的啊这种含义。那么后来是吧，那么恭亲王奕欣在给咸丰皇帝的报告当中啊就讲说，法国代表也提出来一定要见我啊，他说呢，我呢就是令陈文祥接见啊，就是奕欣，我本人我不接见法国公使啊，令谁呢？令文祥去接见法国公使。那么这个事情上报到咸丰皇帝那儿之后啊，咸丰皇帝啊就感到非常气愤啊，在这个恭亲王奕欣这个奏折当中朱批了几个字啊，他是这样讲的，说此次贻误步步不得手啊，就是这次对英法交涉很不顺利，不得手，是吧？不得手在哪儿？不顺利在哪儿？他说呢，致令贻求面见朕弟，啊，让外国人的头子见到了我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啊，致令贻求面见朕弟，贻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乎？啊，那咸丰皇帝很有感慨。那么当然，咸丰皇帝是吧，远离热河，啊，他可以不负责任，是吧？大发一顿感慨。那么，但是恭亲王奕欣他在北京要切切实实的同英法要办理交涉，是吧？那么恭亲王奕欣大发感慨，是吧？满怀一腔孤愤啊，与中外交涉这个事情啊，毫无裨益，没有任何帮助。那么，因此恭亲王奕欣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面对现实。恭亲王奕欣在给咸丰皇帝的另外一个奏折当中讲啊，他说，我接到了啊您的一个上谕，不让我同这个英国人法国人的头子去见面啊，他说我呢啊对于这个清朝皇帝的这种圣明慈爱啊妹妹不忘啊，我这个非常感谢啊，他说但是呢啊我自己现在要同英国人办交涉，那么这个英法等国呢总以钦差为重，他人据所不信，英法是吧，他只相信钦差大臣啊，一个因为恭亲王奕欣当时是个钦差大臣啊，来办理中外交涉，那么英法只信任钦差大臣，那么其他人他不相信，他说如果自己借故不同英法交涉，不同英法见面，那么就会引起英法方面的怀疑，他说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引起了英法等国有负行在寇起之势，更难措手。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恭亲王奕欣不直接同英法见面啊，来办理交涉，那么英法就会讲清政府派的其他人不可靠啊，不能够代表清政府，那么英法是吧就会什么呢，去行在去热河行宫直接向清朝皇帝啊，提出他们的要求。那么当时奕欣讲说，我自己之所以要留在北京是吧，同英法进行这种交涉，自己不去昌平，为了避免什么，为了避免英法联军跟随着恭亲王奕欣到了昌平啊，如果奕欣再往北走啊，到了密云，再出了古北口，那么就是离是吧热河避暑山庄就比较近了啊，他就担心呢把英法联军呢会引向热河避暑山庄。那么因此恭亲王奕欣就提出来，那么必须在北京同英法进行交涉啊，直接同他们见面，免得引起更大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严重问题啊。那么这是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那么恭亲王奕欣啊，那么同英法代表啊签订了北京条约，而且不断的进行接触，那么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官员不同外国人直接交涉，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人臣无外交的这么一种外交体制，那么就开始崩塌下来啊，或者说开始瓦解。
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中外交接的问题啊，中外互相来往啊，互相接触的问题啊，围绕这个问题的啊一个交涉。那么下面讲第四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啊这个外国公使啊呈递国书问题的交涉啊，就是围绕着外国公使向清朝皇帝呈递国书这个问题的一个交涉。那么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后，那么使咸丰皇帝感到最头痛啊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英法两国的公使提出来，他们要是吧直接向清朝皇帝呈递国书，要觐见清朝皇帝啊。那么这个事情使咸丰皇帝感到非常的担忧。我们都知道咸丰皇帝是吧，他也不是两三岁的孩子，是吧，他并不是说害怕是吧这种白皮肤啊黄头发呀、啊、是吧这种蓝眼睛的这个外国人，是吧。那么咸丰皇帝之所以不愿意接见外国公使，那么主要是出于一种外交礼仪上的考虑，也就是说外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以什么样的方式，以怎样的礼仪去觐见清朝皇帝啊，或者说外国公使是不是采用啊三跪九叩的方式啊去觐见清朝皇帝。那么这是咸丰皇帝很担心的一个事情。那么早在这个1860年啊11月啊，那么英国公使在会见奕欣的时候，就是前面讲的在这个广化寺啊会见奕欣的时候，那么英国公使就讲啊说现在中英两国都已经和好了，对吧，那么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是很友好的啊，是出于一种的至诚美意啊，因此英国公使就需要去觐见清朝皇帝，并且要呈递国书啊，提出来要觐见清朝皇帝啊，呈递国书。那么是英国方面提出来了啊，呈递国书的问题。那么一个国家的元首接见外国公使，是吧？接受外国的国书。那么这个事情在近现代的啊这种外交当中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那么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外交活动当中的一种体现，这很正常。那么我们现在看是很正常。那么当时英国公使提出来要觐见清朝皇帝啊，还有没有别的企图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测啊，去估计去推测。那么但是有一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一个刚刚遭受了外国侵略，是吧，自己的首都周围还驻有很多外国军队的啊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提出来他的公使要面见皇帝要呈递国书，是吧，那么这很难使这些人呢相信这些外国没有抱残祸心，他很自然就会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是吧，很警觉。那么因此当英国提出来要面见清朝皇帝呈递国书这个问题以后啊，恭亲王奕欣啊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啊，恭亲王呢奕欣那么就以一种并不十分高明的啊一种外交辞令啊给英国送去了一个照会。那么在这个照会当中，恭亲王奕欣讲啊说中英友好啊，说这个事情啊，那么也是我们大清朝的啊所愿望的，我们也希望中外友好。他说中外友好呢原不在此啊，中外是不是友好不在于你是不是呈递国书，是不是一定要见清朝皇帝。那么后来英国又一次提出来要觐见清朝皇帝要呈递国书，奕欣说啊说现在两国已经友好了，似可以啊不必觐见以及呈递国书，说你不必要走这个形式，说两国好了那么就继续友好下去，没有必要一定要啊进行一个呈递国书觐见清朝皇帝要走这种形式。所以如果英国方面一定要呈递国书啊要走这个形式，是吧，那么啊可以由我由奕欣来代替啊来代替这个英国公使向清朝皇帝来呈递国书。当时英国方面是摇手不答啊，就是摇着脑袋啊，没有表示回答，没有表现出这种强烈的反对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恭亲王奕欣从英国代表的这个态度当中，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什么结论呢？他说即使中国不允许英国公使面见清朝皇帝呈递国书，该夷亦不至因此而负起兵端，就是不允许他呈递国书也不会引起中英两国之间的这种严重的外交冲突，甚至会引起战争，不会这样。那么他认为啊，这个外国人之所以反复的要求，多次要求他的公使要常驻在北京，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各个省的地方的总督和巡抚不愿意把有关外国方面的一些情况、外国的一些要求如实的上奏给清朝廷，那么从而导致了中外之间情形的隔膜。那么外国公使希望啊，通过常驻北京啊，能够直接的、随时的啊，同清政府的这个大员、清政府的高级官员那么进行接触，甚至直接同清朝皇帝啊、咸丰皇帝来接触。那么这个奕欣讲说外国人来华他两个目的啊，或者说他的最主要目的啊，是这么两个方面，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就是外国人来华他们实质上啊是要追求什么？通商贸易，这种要获利啊，通过通商贸易要取得实惠。他说但是呢，表面上啊他们还希望要追求他们一些体面啊，要讲面子，要讲他们的尊严，还希望有所尊严。他说外国人之所以要常驻北京，是吧，是希望什么呢？中国呢以邻邦相待啊，以自己的邻国邦国相待啊，就是以平等相待啊，把他们看作一个同自己平等的一个国家，不愿以属国自居啊，不愿让清政府把他们视作藩属国。因此他认为啊，就是恭亲王奕欣认为，只要中国方面对英法是吧能够待以优礼，四绝践行训顺啊，说清政府对他给以礼相待，那么这外国人就很驯服啊，就不会惹出什么事端。那么这是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啊，那么他对于英法的这个认识啊，他对英法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但是避居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始终对英法心存疑惧啊，那么很对英法呀 很不放心。那么咸丰皇帝讲说，现在尽管中外之间已经换约了啊，签订了北京条约，交换了天津条约，说英法两国军队因为天气变冷了啊，也已经退回到了天津啊。他说但是呢，这个彝人英法等国啊是性情反常啊，反复无常，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说很难设想，或者说很难保证明年春天天津暖和了啊，他们又从天津又来北京，又向清朝皇帝提出来要觐见，要呈递国书。那么因此咸丰皇帝啊，就在恭亲王奕欣的奏折上朱批，命令恭亲王奕欣必须同英法两国要切实议定啊，同他们反复交涉啊，切实议定啊，议定什么呢？必须要把亲帝国书一层消弭啊，就是英国法国提出来呈递国书这个事情要把它彻底的抹掉，不允许他再呈递国书，说否则的话祸将未暗啊，还会有很多的祸端，有很多隐忧。那么他特别啊警告恭亲王奕欣说什么呢？说如果英法方面只是暂时答应啊，不再呈递国书了，那么一旦咸丰皇帝回到北京，英法公使从天津又到北京再次提出来要觐见，要呈递国书啊，如果英法公使这样做啊，这样要挟的话，朕为尔等试问啊，要拿你恭亲王奕欣试问啊，就要求恭亲王奕欣一定要同英法方面啊反复谈判，把这问题啊彻底解决。那么后来咸丰皇帝那么在一个这个寄语当中，就是给恭亲王奕欣的一个上谕当中啊，又反复讲这个事情，说这个时候英国和法国没有明确答应是吧，他不再呈递国书。他说
如果这个时候我就回銮北京啊，因为恭亲王奕欣要求奕欣呢，恭亲王奕欣要求这个咸丰皇帝啊，尽快的从这个热河回到北京啊，回銮北京。咸丰讲说，如果这个时候我回到北京之后，是吧？夷人又来辖制，英国人又来了，说这样的话呢，朕必将去而复返啊。那么这样的话，是吧？我回到北京了，英法又来北京，要求要进谏，要进谏，要呈递国书。那么这样做的话呢，我就必须呢还要走避道啊，或者逃避到热河，是吧？他说这样的话啊，频数往来，我反反复复，是吧？从北京到热河，从热河到北京，从北京又到热河，啊，这个频数往来，于事体诸多不协，啊，于事体诸多不协，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必将会影响到大清帝国、大清皇帝啊，他这种尊严啊，使他的威信扫地，是吧？让外国人追的到处跑。那么奕欣等人秉承着咸丰皇帝这个谕旨啊，那么就再次同英法进行了交涉。那么他在同英国交涉的时候啊，写这个外交照会啊，啊也比较有意思。那么这个外交照会当中并没有直接去讲啊，英法不要觐见清朝皇帝了啊，你们不要觐见清朝皇帝了，不要呈递国书了。但是他这外交照会的这个意思非常明确。那么这个外交照会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啊，那么清政府既然已经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那么这样呢，中外啊自然就可以中外相安了，是吧？要友好相待，是吧？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中外均应各存好心相待之念啊，各存好心相待之念，都要互相信任。他说既然是这样啊，那么中国皇帝完全应该，是吧，自主的决定是不是接见外国人。那么外国公使是断无勉强之理啊，中外已经友好了，你不能够勉强清政府啊，要求这个咸丰皇帝一定要接见外国公使，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友好了，是吧？他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的英国公使啊，不知道他是真的暂时的放弃了觐见清朝皇帝这种要求啊，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咸丰皇帝还在热河啊，他没有一个觐见的对象，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英国公使很快送来了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当中讲说，在西方无论是大邦小国、大国小国，是吧，那么外国公使呈递国书，这是一种外交惯例啊，在西方啊，呈递国书是一个惯例。他说呢，呈递国书有两个好处啊，有哪两个好处？他说第一，国书当中所写的词汇、所用的词语啊，都是很和睦的、又很友好的啊。那么呈递国书呢，是表示着两国已经非常友好了啊，是中外友好的这么一个凭据啊。因为什么呢？已经派出公使了，建立了外交关系了，双方友好啊。说这是第一个好处。说第二个好处啊，说这个国书啊，是这个国家派往另外一个国家的，啊，表示这个派遣的公使是他们国家的一个信任大员，这是一种凭据，证明这个公使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派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啊，一个信任的一个官员。那么这是他讲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这个照会当中，他又讲了第二个意思。他说一般的讲，一个国家公使到了一个国家，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就应该安排这个国家的元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接见外国公使。那么这是，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西方的一个外交惯例。他说这个仅仅是一个友好互相来往的啊，一个以礼往来之结文，这是一种外交礼仪。那么英国公使在这个照会当中啊，那么最后还特别强调了一点，说什么呢？说两国友好就需要出自真心实意啊，那么其他国家不能够勉强。他说如果清朝皇帝啊召见不由出自诚意啊，说清朝皇帝接见外国公使不是出自他自己的真心实意啊，说这个自然算不上真正的和好。那么在外交照会当中做了这么一个表示。
那么奕欣接到这个召会之后就认为啊，说这个召会的内容是吧，他讲了很多内容，但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意思是很明确啊，就是该以亲帝国书一层作为罢论已有定据啊，就是英国人是吧，不再要求必须要成立国书了，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定论了是吧，这是有根据的啊，已有定据。那么这是从英国方面的消息。那么在这之后，法国方面也召会清政府，一方面声称法国公使驻华啊，那么是中法友好。那么但是法国方面又表示说，清朝皇帝如果不允许他们去觐见清朝皇帝啊，就好像什么呢，说若入人家室不得一见主人以温言相待，来者岂能释然于心乎。他说呢，我们派遣公使到你这中国来啊，是为了友好，说清朝皇帝不接见法国公使，就好像我们到了谁家里去了之后，这个国家的主人不出来接见我们啊，也不表示友好接待啊。他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感到很没面子是吧，心里很不安啊，为这事情表示很遗憾。但是另外一方面，法国也讲说，大清国大皇帝愿见本国大臣与否，自然可以做主。说你清朝皇帝是不是愿意接见我们啊？这个由大清皇帝自己做主啊，我们不勉强啊，做了这么一个表示。那么这样啊，就是英法两国公使呈递国书这个事情啊，就暂时告一段落，这个事情那么就暂时啊就结束了。那么但是过了数年之后啊，特别是在1868年。清政府派遣普安臣使团出访欧美各国的时候，那么特别是啊，1872年同治皇帝亲政之后，外国公使再次提出来要求觐见清朝皇帝这么一个事情啊，那么在同治朝又引发了围绕着外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的事情啊，再次引发了中外之间的交涉。那么关于这个外国公使啊，呈递国书的问题啊，我们就讲到这里。